这人讲啊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当老弟阮一听到李元武的问话了后，伊就伤心的甲讲着，因老爸母伫咧这场战事当中已经去服了兵台死，并且讲、原来兵前就是一张宰相，请收帝万一百。袂讲啊，一听到老弟阮安尼伫咧称呼伊。这李阿呆一时煞戆眼，搁着生囝问着，哈？原来你就是阮外甥老弟阮哦！哎呦，阮东门的甲阮大姨，还竟然煞被反兵害死！我靠啊！残反兵啊，残反兵！恁敢通这呢啊侥幸？哎，对，弟阮，这人讲人死也不能复生。你也不用过度伤心，走，第一张我倒下去，你就安心徛在我的厝内面就是。就安尼，这老弟阮就跟着李元武倒去到李家庄，